打王者遇见老师是什么感受？嘿嘿，老师，吃饭饭了吗？诶，我卡了吗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那你咋不理我？开吧。哦，好。怎么感觉气氛有点不对？我在一楼耶，你要玩什么我帮你抢。我打野。可以啊，你不是最不喜欢打野了吗？怎么英雄都改成野王了？你今天心情不好呀？没事，这不有我陪着你吗？快跟我说说，我家大可爱被谁欺负了？你。我怎么了？你刚刚干嘛去了？我这不是一吃完饭，你说上号我就陪你来了吗？看我多好，二话不说就来陪你了。你没发视频？哦，对，我还发了视频，咋啦？没事。你看着，我拿个一血给你助助兴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怎么不夸我了？你还需要人夸？需要啊，尤其是要你夸。刚发我跟百里的视频，就玩了个百里，怎么，心里放不下了？啊？你在说啥？你是真蠢还是装蠢？我想想，有时候可能是真蠢。行，那我就直接说，我生气了。生我的气吗？生你的气。我哪里做错了？快说快说，我道歉。你别生气嘛，我不知道哪里错了。我不想说。哥哥，哥哥别生气了，我错了。你错哪儿了？啊，这我不知道我错哪儿了，但我就错了。你看我是不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？不是。不行，我忍不了了。我也生气了。你生什么气？气我自己惹你生气了，气我自己没发现你生气了，气我自己不知道哪里做错了。行了，别装了，弟弟。你就告诉我哪里做错了。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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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念经吗？我不喜欢你跟别人聊骚。可我也是聊骚才聊到你的呀。可你现在不是有我了吗？一个都还不够你用。你说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你不生气了吧？还是气。那还打吗？打，干嘛不打？有一个人被你祸害就够了。